七号下午，一艘从兰屿前往绿岛的客轮“绿岛之星三号”在行驶途中遇到强烈季风，船身顶浪剧烈摇晃，造成船上四名乘客重心不稳跌倒受伤，其中一人右手骨折，伤势较重。在客轮抵达绿岛之后，由海巡人员协助消防人员把这四个人送上救护车，送往绿岛卫生所来进行救治。等一下传一下啊！你刚才长背板要插这边吗？长背板插这边，对吗？好，那你快点，快先挂刷子哦。从画面上可以看见，海巡人员正在协助搬运受伤的旅客到长背板上固定，准备要将他送下船去治疗。昨日，一艘兰屿前往绿岛的客轮“绿岛之星三号”在前往绿岛时，因为季风转强，导致浪况不佳，在过程中发生了四名旅客因重心不稳，重摔到地板的意外事故。其中一名男子伤势较为严重，右手有骨折的现象。而当船班顺利抵达绿岛南寮渔港后，海巡人员立即登船了解状况，并协助消防人员将四人送上救护车，转送到岛上的卫生所进行治疗。你太太下车了是吗？我放好，没位置走。受伤那个是吗？对，受伤。来，小心右手。你先直走。所幸在经过治疗后，四名乘客都没有生命危险。记者陈继玲绿岛乡报道。